狗仔爆料暗示许嵩就是那个二字男歌星，狗仔还晒出了被许嵩欺骗睡了的粉丝和许嵩的聊天记录，这事儿从2017年就开始了，还晒出了大量的聊天记录，许嵩方回应取证中。近日，知名八卦博主爆料，某二字歌手表面上是一位正人君子，背后的私生活却十分轻浮混乱，选妃、睡粉等卑劣行为自然不在话下。还有另一位博主也发文称，目前已经有十几个被骗的女生向他爆料了，这位二字男歌手基本上都是睡完拉黑，或者是不管不顾，然后又继续找下一个受骗的女孩进行约会，十足的渣男一个。许嵩从出道到现在为人十分的低调，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许嵩在恋情上也十分低调，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才爆出他与主持人冯喜的恋情。他的歌曲《清明雨上》《素颜》《断桥》